系化学奖，成为台湾第一人。深策会会长也是中研院院士的翁启慧开心受奖。I'm so happy and deeply honored to receive this award. So thank you very much, and it has been a wonderful time. 这个奖向来被视为是诺贝尔奖的前哨战，肯定翁启慧在糖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。威尔史基金会也特别到翁启慧在美国服务的研究中心颁发金质奖章，还有奖状。在场的还有翁启慧夫人。夫妻俩共同出席授颁美国化学界的最高荣誉。翁启慧致力化学生物领域，在全球遭受新冠病毒重创时，更和研究团队在新冠疫苗研究上有重大突破，和指挥中心防疫五月天并列出席台湾正义全纪录首映会现场。前中研院院长翁启慧院长，欢迎您。身为土生土长台湾人，翁启慧曾任中研院院长，获奖无数。2014年获得沃尔夫化学奖，2015年拿到英国皇家化学会罗宾逊奖，这回再拿下威尔史大奖，外界看好翁启慧未来离诺贝尔奖已经不远了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